大家好，我是东方玉晓。本节课呢，我们继续讲解在线人才招聘系统的开发。那在上节中呢，我们主要讲了一下关于这个新闻文章啊这一块内容的一个操作啊，一个代码的编写。那么我们将我们的这个网站的这个新闻的文章啊的类别分为这个两大类，一个是新闻动态啊，一类呢是这个求职技巧。那么在上节课中呢，我们主要实现了这个关于啊这个新闻动态这块内容的信息的读取。那么本节课呢，我们继续编写啊这个求职技巧这块啊这块新闻信息的一个读取。那么在上节课中呢，我们主要这个把这个搜索啊 article 这个点 PGP 这个页面里面呢，这个新闻动态这块内容呢给这个读取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往下看。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热点求职技巧这一块。同样呢，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也要构建我们的一个 SQL 语句？查询一下这个数据。好，我们写一个 select rd title。当然呢，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要查找一下这个啊这个新闻的标题，对吧？啊，新闻的一个标题。那么在上节课中呢，我们主要啊使用了这个查啊这条 SQL 语句啊，上节课我们构建这条 SQL 语句呢，主要用来查找一下这个推荐文章，是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新闻动态啊，新闻动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块啊，这个什么呢？热点这个求职技巧是吧？它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article 表。然后呢，条件是什么呢 ？Where type 等于多少？等于零是吧？然后呢，数据啊进行排序。Sort by click， 点击次数来一个倒序排序，然后 limiter 也是要显示前20条记录。然后呢，我们来执行这个 SQL 语句。record SQL AR。然后呢 number AR DB get row number 啊，统计一下这个数据集里边的记录的条数。然后呢 if 一下 number AR 大于零，然后呢，如果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数据集的记录条数啊大于零的话，那么我们开始循环。MySQL base array 啊，循环这个数据集里边的数据啊，这个数据集里边的所有的数据啊，进行这个循环读取。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循环呢到哪结束呢？也是循环这一行，对吧？啊，这一行。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先把这一行呢在这儿呢封口一下。好，然后呢，我们来重点来看一下这一行啊，它应该怎样显示这个数据。当然呢，在这个地方啊，跟我们上节课讲的那个地方呢是一样的啊，热点这个什么呢，这个动态新闻是吧，热点新闻那个地方呢是一样的，都要输出这个新闻的一个标题。好，那么就是 row 2 title 这个字段的值。同样呢，我们也要给这个字段呢加一个超链接。so article jump 点 PAP， 然后呢 RD 等于一个
啊，输出这个记录到 RD 编号啊，输出这条记录到一个 RD 编号，到这个位置呢啊结束。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上节课咱们所讲的这个点啊，这个知识点在这儿呢，是不是还有一个 type 呀？是这样吧？啊 ，type。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把这个 type 呢，啊，把它粘贴过来。好，啊，不是 type 哈，应该说是 ty 这个参数哈 ，ty， 啊，应该就是 type 的一个简写是吧？啊 ，type 这个英文单词的一个简写。然后呢，同样呢，我们也要给它加上这个 CSS 啊样式啊。好了，那么这样呢，我把这个 CSS 样式呢，再给大家写一下。style， 然后呢，这个地方的 font size， 这个地方呢，我们是 12px， 然后 color 啊，还是黑色。没有呢，没有小划线。然后呢，在这儿呢，触发一个事件 over， 为什么呢 ？this 点 style 点什么呢 ？color 等于什么呢？哎，我们换一个颜色，二三四五六。然后呢，当鼠标离开它的时候，点 style 点 color 一二三四五六，是这样吗？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程序，点一下，好了。那么这个求职技巧这类的文章呢，我们也把它读取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发现这有个问题啊，大家看到没有？这块超链接，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ty 的值参数的值呢是一，对吧？那么咱们这个一点一下，这个求职技巧它的这个参数呢也是一，是吧？哦，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站呢重新再加载一次，再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参啊，这个地方呢有可能有点小的问题啊。好，我们再加载一下。然后呢，点。哦，它这个 ty 的值呢还是一，对吧？啊 ，ty 的值还是一。那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参数，也就是说这个 ty 的参数哈，这个 ty 这个参数的值为什么还是一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求职技巧呢，这一块呢，它应该说是多少了？应该是零了，对吧？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为什么还是一呢？那么这样啊，我们来继续测试一下啊，继续测试一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新闻动态，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我现在要浏览的这个新闻信息呢是新闻动态，是吧？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求职技巧，我点一个，哎，在这个位置，它也没有换过来，看到没有？是不是也没有更换啊？更换啊？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有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是这样吧？这个地方呢总是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呢，我感觉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先找到这个站内文章推荐是吧？啊，这块呢是一个新闻动态是吧？那么它的这个 ty 的取值啊，我感觉没有必要再从这儿读了是吧？我们直接写个一是不是可以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同样呀，啊，因为有可能呢，我们在传递这个参数的过程中啊，有可能出了点小的问题，是吧？啊，小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给它加一个硬性的规定啊，直接就是一和零。好，我们现在我们保存一下，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好，是不是现在就没有问题了？现在是不是一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现在是不是变成零了？啊，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哈。说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就给它加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就可以了。好了，那么这点看完以后呢，接着呢，我们啊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说。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了没有？当我一点击这个什么呀，啊这块内容的时候，啊这块内容的时候，那么它也发生了跳转，是这样吧？当然呢，跳转的页面呢还是本页面，不过呢，在这个本页面里边，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标题下的所有的信息，就说它这个详细的内容给它读取出来，是这样吧？在这个地方，它只是这个新闻的一个标题，并没有显示它的内容。当我们点击这个标题以后啊，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关于这个标题下的所有的这个什么新闻的详细的内容。那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关于这个新闻内容的一个编写情况。好了，我们现在呢，回到这个代码环境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我们应该从哪儿写呢？啊，我们找到这个单元格，是这样吧？在哪呢？哦，在这个位置，是这样吧？啊，在这个位置。哎，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信息的啊，给它读取出来，是这样吧？好了，我们在哪儿呢？哎，我就在这儿呢，构建这个 SQL 语句吧。啊 ，SQL was liked show from article where rd 等于什么呢？是我们接收的这个参数，下划线 get 这个地方呢是 rd。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执行这个 SQL 语句。写一个 record， 好，然后呢 ，SQL 是这样吧？然后呢，写一个 row number， 啊，统计一下它的数据的条数。然后判断一下，如果说 row number 的值大于零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呢读取出来。好，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回到设计界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显示它的一个标题，然后这一块呢显示它的一个内容，是这样吧？好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在这个标题符内呢写上它的一个标题，啊，好嘞 ，row。title， 然后呢，它的这个内容是吧？啊，当然了，还有一个时间啊，发表于啊哪一个时间，是这样吧？啊，在这个地方呢，把它读取出来。好，然后呢，接下来是不是它的内容了？内容呢，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单元格里边。
揉。好，揉 continue 是吧？啊，这一块内容。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在这个地方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呀？啊，已阅读多少次是这样吧？好，已阅多少次？啊 ，click， 好。然后呢，此文章源于啊，源于什么？啊，源于哪一个位置？啊，来源于哪？是吧？它也是它的出处。好，这个段。那么到现在呢，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这个 if 呢结束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效果。好，现在呢，我们再点一个，看到没有？啊，再看一个，没有问题了是吧？好了，那么我们再点这个。求职技巧看一下，然后呢首页。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关于这个什么呢，关于这个新闻文章的这个信息的读取啊，现在呢我们就操作完了啊，没有什么问题了，是这样吧？啊，这块内容呢啊，通过我们这几节课的讲解呢，大家呢啊这个基本的这个逻辑关系应该呢有所了解了啊，其实呢它呢也并不是很复杂，是这样吧？啊，非常简单。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把这个，我们回到这个网站的这个首页。好，回到首页。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关于首页的内容呢，一个是新闻动态这一块呢，我们已经写完了，是这样吧？然后呢，再有个就是热点企业的一个推荐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它事情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连接的地址啊，这个参数吧，这个地址所在的参数是有点问题的，对不对啊？这个呢有可能说我们在做这个首页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那么现在呢我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呢啊改一下啊，打开我们的首页，然后呢改一下这个链接的一个这个地址的一个参数，是这样吧？啊，改一下这个地址的参数。那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我们这个网站的首页啊，找到首页，把这个参数呢重新改一下。好，我们来找到这个什么呢？啊，这个内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参数是吧？啊，它所在的这个参数是不是有问题？在这个地方好像是有点问题是吧？啊，有点问题啊。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来打开这个地址看一下，它这个它没有去执行是吧？哎，这个 get 的属性没有执行。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哪一个位置出错了呢？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题啊，这个标题，这是他那个。这个岗位的名称对吧？啊，岗位的名称，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岗位的名称啊？啊，点一下，
哦，这不是这个岗位的名称，是这个智联企业推荐是吧？那刚才我们这儿呢看错了啊，我们一看上面这个块啊，热点企业推荐这个模块。那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问题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改呢？这个块我们把这一块啊，把这个信息啊取出来，放在这个位置是吧？然后呢，在这儿加一个 get， 是这样吧？我们在这儿呢粘贴一下。好嘞，那么现在我们再刷新一下，看一下，好，是不是没有问题了？哎，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连接的这个地址啊，这个地址没有什么问题了啊，这个地址没有什么问题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职位是吧，这个岗位。那么这个链接大家看到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关于这个人啊紧缺人才招聘专区啊，这个模块它这里边所加的这个链接有没有问题啊？大家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啊，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它是隐含着一些问题的。你比方说我现在点击这一块是不是啊？好，那么现在的话大家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呢，它把这个所有的职位怎么着，是不是全部显示出来了？但是我想显示什么呀？我只想显示啊，我所点击的这个职位的信息。那么你现在看，大家看一下哈，我在这儿呢点一下这个 PHP 软件工程师，对吧？啊，我想点击这一项啊，我想点击这一项。那好了，我点一点，我们发现，在这个地方呢，它把所有的这个企业的名称啊，所招聘的岗位啊，全部显示出来了。其实这样是不是不合理啊？我们应该显示什么？应该显示用户所点击的这个岗位的名称。好，那么现在呢，啊，就按照这个思路呢，我们把这块这个地址呢，给它改一下啊，给它改一下。好了，现在呢，我们回到代码环境，同样也是这个首页，然后呢，我们再找一下这个啊链接地址，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啊，为什么有点这样隐含了一个小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参数上哈，它的这个 B 啊、这个 RT 这个参数值啊是发生变化了，是这样吧？啊，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这个一个编号，是这样吧？啊，它呢发生变化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所要这个编号所指的这个岗位呢给显示出来？是这样吧？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所在。好了哈，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首页是吧，在首页这一块，当我一点击这个什么呢，一点击这个岗位的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它呢只会连接到啊所有的页啊，这个把所有的岗位都给你找出来了，是这样吧？而不是定位到什么呢，当前这个岗位。那这样设计呢不是太合理，是这样吧？啊，不是一种合理的设计方式。那怎么办呢？大家看一下，在以前的时候呢，啊，我是不是填了这样一条语句了？啊，当时我在做首页的时候呢，我把这条语句呢给它注释掉了，是这样吧？那么现在我们把这条语句呢给它加上。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还是没有起作用是吧？啊，还是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啊，我们回到代码看一下，这个传递过来的参数叫这个 m 一等于 gq job 是吧 ？gq job， 对啊，就是这个。然后呢，在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看在这个页面里边是不是把这个数据显示出来了，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呢没有起作用。
那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纸呢打印一下，看一下它接收啊接收到了没有，在这儿。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再重新测试一下。哦，这个纸呢没有打印是吧？啊，没有打印出来。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回到我们的首页。哦。这个位置是吧？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接收到 M1 的值呢等于啊，知道吧？我们把这个地方加一个空格啊，这个地方不用加空格就可以是吧？然后呢，我们来接收这个 M1 的值，啊，没有打印出来。好，我们现在再试一下。好，可以了是吧？哎，可以了。那么有可能刚才呢，我这个什么呢？哎，我这个单词啊写错了，啊，在这个地方啊有可能写错了，啊，它呢应该和我们的这个什么呀？这个地方这个参数是不是一样？啊，这个应该是一个 M1 哈，我有可能写成一个 ML 了。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是不是就可以了，我们再回到首页再点一个，好，是不是当前这个什么呀，当前这个啊职位是这样吗？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点看一下，是不是啊，这是这个企业所招聘的这个人员啊是吧，啊，所招聘的一个信息啊，所招聘的信息。好，那么这一块呢没有什么问题了，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了，是这样吧？啊，基本上呢，现在的首页上啊，这个首页里面所显示的这些信息呢，我们也全部读取出来了，啊，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一块啊，在线沙龙这个模块是吧？其实呢，这块读取出来的是什么呀？是一个论坛里面的内容，对吧？啊，当时呢，我在讲这个首页的时候呢，我也给大家提醒过啊，提示过，这是我们一个什么呢？一个首页里面的这个论坛里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先把我以前做的一个。做好了一个呢，咱们来看一下。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这个论坛啊。但是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以前做好的一个。好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论坛社区一点。当你没有登录的时候呢，它不会让你啊，哎，不会让你进行查看的。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是要先登录一下。当然在这个这是我以前做好的啊，当然呢在我们这个什么呢，在我讲的这个项目里我并没有采用这种啊方式的登录是吧，我没有采用这种模式的登录，不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啊，这种啊这种方式的一个啊这种模式的一种登录的这种方式是吧，啊这种登录方式啊。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输入这个验证码，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论坛社区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简易的论坛啊，然后呢我们在这呢可以查看不同的板块，好，然后呢可以查看这个具体的一个啊帖子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帖子对吧，好，然后呢你在这呢可以发布这个帖子啊，发布这个帖子啊，也可以发布一个主题是吧，啊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页面的一个制作啊，这个页面的制作。好，我先把这些呢关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信息呢，基本上应该说是啊，我们已经都做完了哈，应该说是没有其他的问题了。我们可以再检查一下是吧，啊，再检查一下还有哪一块信息没有做呢，
哦，这块没有做是吧？啊，这块在首页里边这块信息没有做，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什么呢？啊，这个 CUR 下划线 W 啊 O 啊，它这个文件名我就不读了啊，这个有点长啊。这个页面啊，就是这个页面对吧？啊，这个页面呢我们没有做。其实呢，这个页面的话，我想大家那个应该说是应该能做出来，它应该是关于什么的呢？啊，关于这个企业的一个简介，是这样吧？那这样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以前做好的这个页面哈，我们现在在这呢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来看一下这个页面叫，啊，应该说是这个页面了。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页面呢打开，这是我以前呢做好了一个，现在我们做来一个简单的查看，啊，查看一下。好，大家看了没有？在这个地方呢，他给我们啊上以前讲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就是说先把这个 enterprise 这个企业的访问的次数是吧，怎么着，哎，加一，然后呢再跳转到这个页面，是这样吧？那好了，现在呢我把这个文件呢拷贝到我们的这个项目里边，然后呢我打开，我们把这块呢改一下啊，这是我以前呢写的这个文件啊，我们现在把它稍微改一下。那么同样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要连接数据库对吧？啊，启用 session 连接数据库，然后呢接收这个参数，是这样吧？啊，接收这个参数，啊，接收我们的这个参数啊 ，RD。好了，然后呢去修改 enterprise， 这是不是企业访问的次数啊？然后呢修改完以后呢，跳转到啊 location.href。跳转到哪儿呢？跳转到这个页面，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它并没有实现跳转，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啊，在这个地方呢，它也没有跳转，啊，并没有实现这个跳转。好了，我们再重新演示一下。啊，并没有实现跳转啊，我们来看一下。更新完以后啊，在这个地方。这一块呢，啊，我这个函数也写错了是吧？啊，这是我以前写的，还没有改。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还是不行。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跳转这个页面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找一下啊。是不是在这儿，是它是吧，是不是就是这个页面啊，这个页面呢我们以前已经做好了对吧，现在我们打开它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页面呢？哦，是一个企业的简介是吧？啊，也说跳转到这个企业的简介上啊，企业的这个简介。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并没有发生这个跳转是吧？啊，并没有发生这个跳转。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看一下哈，为什么没有跳转呢？大家看一下哈，看有没有错误，我看一下啊 ，scripts， 哦，应该没有什么错误。那这样的话，我把这个页面呢，把这条跳转这条语句呢，咱们再重新写一下，是吧？啊 ，scripts。Type, scripts, 啊 ，Java, 啊 ，script， 然后呢，cor 下划线 wropy.php.rd 是吧？还要传一个参数。我们先这样写去看一下。
出雨具呢？先斜脚啊，我们现在再测试一下，还没有翘转，是这样吧？那么看到这个地方了，有错误了，这个错误在哪儿呢？啊，没有跳转。这样啊，我们在这儿呢，先打一句话，看一下啊，啊，能不能输出这句话呢？哦，这个地方有问题啊。那我们来改一下，看一下啊，怎么改呢？把这个选项去掉啊，显示友好的 ATP 错误，把这个选项去掉。好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页面关掉，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个地址不对是吧？哦，这个路径是不是不对啊？啊，路径不对哈。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他没有找到，你看一下他提出的错误是不是 not found？ 哎 ，not found 没有找到。我们先把这块呢去掉，跳转这块呢先去掉，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息啊能不能打印出来，还是打印不出来呀，是这样吧？那么这个错误到底在哪儿呢？好了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错误到底在哪儿呢？其实呢，就是在这个文件名称上啊。我这个链接的地址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是这个链接，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不是那个超链接啊？在哪儿呢？我来看一下那个超链接啊，啊，这个位置啊，热点企业是吧？啊，在这个位置，你看一下这个超链接的名称啊，与我这个文件的名称啊。哎，有点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说他说找不到这个页面了，是吧？找不到这个页面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好，是不是可以正确跳转到这个啊企业简章啊这个页面了啊？跳转到这个企业简章这个页面，而且呢，当前这个用户呢他是登录用户，所以说呢他能够看到这个企业的信息，是这样吧？啊，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页面呢就没有问题了啊。刚才呢，一定要注意，我这个链接的名称啊，与我这个文件的名称啊，啊，它不太一样，啊，有点小的问题，所以说呢，啊，它找不到了啊，所以说呢，找不到。好，那这是这一个问题。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讲完这一块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论坛是吧？首先呢，我们先在这个论坛啊。这个什么呀，你把 job 一这个地方呢建一个什么呀，啊，建一个文件夹叫论坛，啊，叫论坛，然后呢，我们这个具体的文件呢都放在这个目录里边了，啊，包括我们所需要的图片啊，包括我们所需要的图片。那么在这儿呢，大家看一下啊，我一点这个论坛社区，好了。这个呢就是这个论坛的一个啊首页啊。那么下一节课的时候呢啊，我们呢啊再去看一下关于这个页面的一个制作啊，这个论坛首页的制作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了啊，前面啊通过前几讲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首页啊基本的模块，包括我们这个普通这个求职者模块，还有这个企业用户管理模块是吧，都已经基本上说完了啊。那么接下来呢，下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论坛社区这个模块啊。当然这个知识点呢都是啊一样的，大家在这个做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啊，就是说不一定啊一定要按照我这个思路往下走，是不是啊？当然可以在做的过程中呢啊添加自己的想法，把这个网站呢做得更漂亮啊更完善一些啊，也就是说添加啊不同的功能啊。那好，这节课呢到这儿啊，谢谢大家。